现在是上午9点钟，可以看到一下哈，这里边这个人还是挺多的，车也挺多，陆续开始往里进人了。大家好哈，有朋友给我发私信问这个我们丹东有虎山长城的门票是多少钱，然后该怎么走，正好今天能路过这里，我就过来给大伙看一看，问一问。虎山长城排队这个拍照片。虎山长城位于丹东市东北方的12公里处，在丹东市内出发，顺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就可以到达这里了。虎山长城是明朝建造，位于万里长城最东端的起点。坐不坐游船？看看票价是多少，景区门票60。虎山长城的门票是60元一位，1米3以下的儿童和70多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军官都是免费的啊。在这排队拍照留念，现在这天还是很蓝。今天给大家打听到的也就这些了哈，我就不上去爬山了，天挺热的，再一个就是还能省60块钱。